神秘古墓惊现七星棺椁，巨型血棺中为何出现神秘的北斗七星阵？墓主人到底是什么身份？为何需要打造七星阵来掩盖自己的毕生经历？值得质疑的是，当众人打开棺椁时，墓主人被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虽然已经在地下埋葬了几百年，仿制品依然保存完整，那墓主人的尸身是不是也保存得很好呢？当专家准备开挖时，竟然意外地发现墓主人的不远处还有另外一座古墓群，古墓群中还有多少不为人知的惊涛骇浪？湖北挖出一具七星血棺，专家万万没有想到，挖一座古墓送两具棺材。在湖北的潜江，一次考古发掘中，考古队挖掘出一具七星棺材，在这具棺材上面不仅刻着北斗七星，还刻着表现为天圆地方的图案。在打开棺材之后，考古队发现墓主人被里外三层包裹得严严实实，那么墓主人的尸身是不是还能保存完整呢？在进一步的调查后，考古队发现这是一座明代时期的古墓。随着针对古墓的进一步深入化的挖掘，很快在这座明代的墓葬里面发现了多具棺材。根据相关的推测来看，这座明墓可能是家族式样的合葬墓。那么对于这座比较独特，特别是相关的葬制和七星棺材的使用者，这位具体的墓主人是何方神圣，也不由得引起了考古队的好奇度。特别是在这座奇特的棺材里面，是不是也会出现比较少见的随葬品呢？随着国家级的工程西气东输的紧张施工，作为其中一段的湖北潜江瞬间成为了相关的大工地。在一次的施工中，有一个挖掘机的师傅在作业的情况下，一铲子下去碰到了一个比较坚硬的东西，在众人的挖掘和清理之后，很快一个巨大的乌龟出现在众人的眼前。虽然不是专业的考古队，但是能接手西气东输如此庞大的工程的施工队，自然也是见多识广。这只石龟的出现意味着地下有不太寻常的东西，于是工地负责人立马把相关的信息上报给潜江市博物馆。在得知了消息之后，博物馆立马派出人手来到现场查看。在查看了那只乌龟之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发现这并不是一只普通的乌龟，而是龙生九子里面的赑屃。传说中赑屃和乌龟的长相存在一定的相似度，赑屃的爱好就是附在一些比较重的东西，大家可以在很多文物单位或者风景名胜区看见赑屃，并且古代人喜欢在赑屃上面放置自己生平功绩的碑文，然后立在墓前。因此潜江市文物局根据出土赑屃的情况，派出人手来到了相关的现场进行考古发掘。经过20多天的发掘，一座庞大的陵园出现在了众人眼前。根据现场的情况来看，这座陵园布局讲究，并且在初步勘探的时候就发现石灰，因此首先考古队判断为是一座明墓，并且如此规模的墓园，修建者自然非富即贵。于是在进一步的清理中，考古队发现一座命名为 M3 的墓葬。清理完泥土后，一座典型的明代三合土灌浆墓出现在众人眼前。在继续的清理中，很快一具厚重的棺木出现在众人眼前。因为棺盖的沉重，考古队用4个人才抬走棺盖，但是在查看棺材内的情况后，考古队对于明明严密保护的棺材内部却充满棺液的情况很不解。通过进一步的清理，棺材内只剩下了一具腐朽的骸骨和一些腐烂的丝织品。经过进一步的查看情况，特别是棺材的摆放位置来看，考古队推测这应该是一座合葬墓。于是在进一步的发掘里面，考古队果然又在旁边发掘出一座墓葬。
而这座墓葬让人啧啧称奇的是那一具印刻北斗七星的棺材。根据北斗七星在古代的特殊属性，在这座墓葬的旁边，考古队又发现了一座古墓。而经过现场的判断来看，在这座墓葬旁边挖掘出来的古墓应该就是墓主人的双亲。在继续清理现场之后，考古队员们终于找到了对于考古范围来说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证明墓主人身份和生平经历的墓志铭。在现场一番搜寻之后，考古队顺利地找到了有关于墓主人的墓志铭。随着进一步的清理和拓印，考古队发现了这位墓主人是个高材生。于是在最后打开墓主人的棺材里面，考古队果然发现墓主人的随葬品还是比较丰富的，只不过因为年代的久远，很多随葬品和包裹的丝织物粘连在一块。随着不断的调整位置，再三尝试之后，墓主人终于被抬出了棺材。眼看天色暗了下来，于是相关的随葬品和棺材被带到了博物院。但是可能因为用三合土先后修建墓穴，导致因为重量和施工的原因，这座墓葬里面夫妻两人在后期的修建墓穴中遭到了破坏。因此考古队发掘出一具完整干燥的棺材和一具充满棺液的棺材。在后续的清理当中，考古队发现了一些比较精致的文物，比如绣了文字的丝巾以及一把洒金扇等。另外在相关的墓志铭里面，考古队发现了这墓主人叫李可嘉，在当时是一位太学生，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大学的研究生级别。在当时只要是到太学读书就有如此的身份，在拥有了这等身份之后，可以在拜见县太爷等人的情况下不用下跪，也算是当时的精英阶级。那么从相关的墓地来看，这位叫李可嘉的太学生生前所处的家庭环境和经济条件也是异常优异，随葬品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从社会属性来看，李可嘉在当时是明朝所谓的乡间士绅，也就是有着这等身份和相关的家庭条件，这座李氏家族的家族墓才有可能修建得起来。也因为西气东输，意外地出现在四五百年以后的后人的眼中。当然在这座古墓群中肯定不止区区四顶棺木，肯定会有更多。我们也将继续跟踪勘探，发现更多有用的珍奇异宝供大家欣赏。